然后这个这样的一个环境哈，可以让大家在这里播放。好，上午。这边是我们同事哈，他当时的公司大概总共30年前弄起来的。哎。他把一些哈过往的一些资料哈，其实放在这里，搞不好哈有一些媒体其实现在已经没有合适的机器可以播放了。啊，所以他有点，反正像是做一个历史的一个记录，让大家知道。现在我都不知道这是哪里找的，这个去打拖这个比较长点。没有历史博物馆，在电影博物馆，哦，电影博物馆。那在图书馆里面可能已经没有合适的地方放这些东西，所以那天是得在讲说什么电脑档案。未来就会有这样的一个问题，每个时代它可能所用的格式都会读不出来。那个到时候哈，未来怎么样保存这些资料，其实是大的学问的。就巧不？对啊。电影博物馆你知道哈，爱河那边，好，那边就好多。海上几块这种哦，看起来就很有历史性。嘿嘿嘿嘿。我是就说让那些小孩子啊，那种6、7年级的小朋友，搞不好不知道。哎，没看过，这个东西我们是小时候来看过。对啊，大概就是。我
我去呢就开始拉肚子。你们想到什么原因吗？因为如果有去宴客的人都知道，前一天是在星光三月宴客嘛，可是隔天哦，因为我爸朋友太多了，他请了七十几桌，在新营地区找不到地方可以餐厅可以办啊，所以他就请那个板凳，结果后来发现就吃了都拉了肚子。好，谢谢。然后我的状况算轻微的，我大概拉了三四天吧，所以在北京的日子都在拉肚子。好的。像其他人还有更严重，叫点滴的也有。哎呦，哇，哎呀，可怕。对。哎呀，不平安哦。也说是看没中毒啊。因为哦，你们我们去你们那个去参加喜宴那一两间哦。刚好台风，台风水灾，风很大，雨很大，所以那个很多海线几乎都是没有钉的，那个线都坏掉了。而且最好像我们那天板的那一天，听说那个地方停水，不是我们怀疑那个水到底是从哪里怎么停下来？现在想想觉得还蛮可怕的。然后对那两天台风更夸张，你就看到那个迎娶的队伍淹在那个高速公路上。不是我们家的啦，我们都是准时到。但是听说有看到很多礼车就是停在那个路旁边，往拖到车来拖的。哎呦！但是风大雨大，有去的人就知道了。对啊。啊，那因为我的蜜月旅行还没去嘛，而且呢，暑假也就在学校上班，也没有什么特别的。那我后天就要坐蜜月去了。不过下礼拜还是看得到我，因为我是认真的学生。真的，要相信我。那我今天还拉，那下礼拜还会出现，因为我就利用那个空档的一个礼拜去玩。那接下来的时间，想想。没有。可以吧？那很负责任的，不会因为玩忘记念书。蛮关照。那有可能的话，我们虽然就是在九十五单月，因为我转换另外一个跑道。那暑假期间的话，我除了跟香港还有什么同学到马来西亚上去做一个实习，因为那刚好是碰到台风天，那隔天哈，大家觉得好像天气还有那个路况都不错，结果我们去的话，哎还不错，我们在旗山老街哈，然后走了一趟，然后也在旗山第二天行，然后就是我们的连江岭那边哈，去做一个毕业旅行。那今年哈，如果毕业旅行的话，刚刚班代跟大家先，他是先台北大楼，是先在南部。其实我觉得南部有一个地方很棒，就是上坪。上坪哈，如果做一天半的旅游，非常适合。再一天哈，就是生态非常丰富，而且有很多的鸟类生活食物。那我上坪大概去了大概八次以上。那因为我今年有一个社团，在十月二十三、二十四要去上坪。那因为有当地的社团的认可，所以让他们能够去。那我们要先进了。那如果真的不错的话，看看我们同学是不是可以逃去那边，真的很棒。因为我记得我有一次去上坪，在晚上我们要继续走那条路跟水。然后我们用手电筒，然后在那个沿着路上的上坪的地道，那大家会说，哎，前面，但过遍之间的道路，我们赶快把手电筒一关，原来满天的星星斗在你面前闪烁，离我头起码有好几千只。那当时哈，我们那一群人哈，真的都是留下非常深刻的印象。那在这个暑假，除了说去美容馆之外哈，我还有一个比较特别的体验，就是在八月二十一到二十九，高雄黄金海岸那边有一个街头艺人展演。
那因为我的老师他都是有当选高雄市的就是艺术大使街头艺人，他是做夜间，就是用树叶编一些笛子上，那我也是师承他的一个技巧。那我本身也有艺人街头艺人证照，但是我没有去参加街头艺人的艺术大学的评选，因为老师要参加，我也不敢跟他去争。那我打算明年啊去申请高雄市的艺术大学。那可能我另外找上人生的一个跑道，就是说我接下来可能想去当才艺老师。那在环境爱河哈做展演的时候，哎，觉得很棒，看到形形色色的人，而且当我们在用夜间或者做气球造型哈。哎，给小朋友的时候，他们非常非常高兴。那因为我们没有定价钱，我们就打一个难打，然后什么他们啊，就是自由打赏。那结果那一天我们就跟老师这样做了一个晚上，全部打赏了将近2000块。那晚上哈就是吃宵夜的时候，那好好厉害啊！对，比较生活比较值得哈，回忆的地方。那等一下哈，要谈一个场景哈，我想请我们哈。最年轻的学长哈，来上台了，我们最年轻的陈主任，啊，谢谢。好，因为我的年纪是最年轻，以前的讲哈，我喊因为苏家良干事，你都无过来比我太远，我也在做演讲。我的图书馆叫如林馆，总共有4层楼，30年前花了3000万左右盖的。我进去以后盖的整理，但是我说是，我有两个办公室，我有两个分机电话，但是我经常大概2楼，所以他们找我都找不到。所以他们常常以为我没有在上班。但是我都在上面在看书，我在上面都在看我上一次送给你们那本的书法书。书法啊。暑假当中，也可以说比我都大概在讲了。那当中我上的课了，比我平常上的课还要多5倍。哦。因为我平常只有2节课，但是我暑假上了12节课。啊。12节课是100块，那2节课也是100块。本来我已经说了，我老了，再多的钱对我来讲也没有什么意义，因为我孩子都已经长大了。刚才那个我们刚才讲说101啊，我两个孩子都在住在101的附近，一个是住在华师的隔壁，国务纪念馆隔壁。一个是住在那个世贸中心的后面，是正前面。所以我那天接二号，我刚好在台北。在坚持的时候，我刚好在华师大楼。但是我马上就赶回来彰化，因为我家也在淹水。啊，还好，我家是那个。一般的简单的那个农村型的那种传统的盖的传统的房子，我家是1楼的，平面不大，大概平面只有100多平而已了，啊，很多平方。在乡下，在我们乡下那个地方嘛，我那个地方是民国62年所过来的，那个地方是。20的郊区，那时候是田地农地，从我买的时候是买农地，然后盖小房子。我本来要盖楼房，结果因为发生土壤危机，那个我所见过的钢铁跟砖什么之类的都被那个包商，包也没有。倒掉，但是他就是没有接到交货，所以我只好罗网就变成了平网。但是住起来我的感觉非常好，因为我田里面种了好多的花木，包括樟树之类的，包括松果之类的，其实不太大，但是对我的家里现在只剩下我的老人，所以我的孩子我一直在高雄，我也在高雄。
所以我赶回家的时候，因为也是三十几年来啊，那个水最大的时候，结果那个排水管没有办法排水，大水沟没办法排水淹过来了，啊，我的损失不多了，大概是200多损失了，放在比较低的地方被淹掉了，啊，我觉得很辛苦啊，因为那些是说好多都是值得的，没被损失，但是也没有发现。我就把它的尸体都把它保存住，哈哈哈，把它晒干，晒干就好。尸骨不存就糟糕了，没有办法找出它的遗骨。这个如果说有说气的话，学黄历的，天天都是我会有这气，因为我都自己在找这气啊，就像我今天还是我跟。对，有金高峰的，我们两个是第一次的，第一位报道啊。因为有金高峰县主任呢、啊，他前天打电话告诉我，说他变后进了，希望我能够帮一下。当然，我是乐观其成，因为能够为我们的图书馆界啊培养人才。那是应该的，因为我也跟那个我们的黄馆长一样哦，在生涯规划是要做第二春，我生涯规划这个时候是要休闲，因为我过也差不多了哈、哦，你说九五，我大概也差不多了，因为我的教导说我也好，说我一起退了不好、当然我是很好，本来我今年就要退了，啊，结果给你们提难，当然我看到你们。跟他们聊天，因为你会笑，我不能不笑。你久在在哪？这个，我想，政府家，当然谈一谈这个精神事情啊。我刚好安排两次，去旅行啊，那两次都碰到台风。那一次是要到绿岛去。到后来是七月二号，那我是进我旁边是进七月三号是四号哈，那我从家里面再看到电话的是讲，就是绿岛那个富冈渔港嘛，翁港，那我想这已经是一位男子啊，孩子渐渐长大，那好不容易哈、啊，我们出游都是四个人啊，像我夫妻儿子啊这样，那已经安排好了。要把它取消掉，所以不管如何啊，就是先出发再讲、所以就是一路开嘛，从大甲开到资本，到资本之后，在吃中餐的时候一看那个讯报，说不跟一赶嘛，开始开船了，全部都放下，就完成了一个绿岛之行，那样绿岛实在相当好。那后来八月份安排是到重庆了，这样就要收拾一下，因为我们有那个流感嘛，所以就定了下都。我们下都一定，又是通道台，就不要管他，有第一次经验，第二次照样出发，还好就是空手就离开。不过在那边碰到一次雨水啊，下雨，说那是，但是旅游品质会比较好一点，因为人比较少。那个人在旅游的习惯上啊，我们不喜欢礼拜六、礼拜天就是多休日出门，最不喜欢。因为这样的话，你想要看，你想要这个整个的历史哈，都被人潮所淹没掉。那么这个比较特别的，就是最近呢、花钱交款花100多万啊，恭喜一下我们的汽车。哇，太欢迎了！哇，这位有钱人呢？哦，有钱人。那时候是一个人开店，所以就
今天台中老师带了两位朋友来嘛，就是林义荣跟两位二中的人啊，他们都是开车举办的嘛，都是这边的。我非常高兴啊，能够有你平常朋友来相聚啊，那台湾昆明知道？哈哈，有欢迎。今天要来上学，要上学还睡不着，哈哈。不晓得有没有同学这样？哈哈。哈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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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哈啊，迟到了哈！很灵感的。今年家里通通泡汤了，因为往年我先生的假，我先退休以后刚好在补习班，就是，那我今年暑假刚好都没陪我出去，那今天比较特别，说，哎，知道哎，知道。因为今年暑假是因为我大儿子生小一，所以都没有暑假可言。那刚刚跟我们洪导分享一下，因为上学期结束以后，我们去聚餐，我刚好跟洪导提到我儿子要升国一，那他就跟我讲说，国一的孩子其实现在还是很可怜，最好不要让他补习。所以我暑假这个整个暑假都在跟我儿子沟通，上了国一怎么办？我都跟我儿子讲，妈妈没有当过国一新生的妈妈，所以我很紧张，你紧张我也紧张。就他上了国一，他自己也很紧张，所以他暑假他有跟我要求说。我看哈，我的数学这么烂，我先去上个补习班好了。那也刚好是补习班一直打电话来，那因为他国小还不错，还拿了第三名毕业。那补习班说前五名不用钱，他妈妈想说啊不用钱，那太好了，就让去上。那这是我觉得我不是恶意去宣传补习班的，这是一个妈妈的心声，跟你们做一下交流。我觉得今年暑假让我最大的收获就是。儿子去上了补习班，第一天回来跟我说：“妈妈，我去上补习班好可怜哦。”我问他为什么，我以为他长不上，我说：“可能是因为你长不上。”他说：“不是，我老是会打人嘞，这么大的棍子，粗的棍子。”我说：“啊，真的吗？”他说：“对，我们好几个都被打了。”然后因为我儿子虽然我一看他身高只有小学四年级，他看到任何人他都叫哥哥。他就说，我哥哥那个哥哥很好心，他一直在教我数学，所以我今天没被打。不过我想，我下一次可能就会被打。那我说他，那你要不要去上？他说还是要啊。哥哥去上了第二次，第二次回来他就跟我说，完了完了完了，我今天不上了。说你那天老师打了几个，今天打了多一倍，只有三个没被打。我后来我已经傻眼了，因为这跟我的教育有点违背啊。我给孩子的教练说，你要被打就是你是动物才要被打，那书是你要读，那是你带着走的能力，我不太愿意这样教育了。后来那天他回来以后又拿了一双背带给我，他跟我说，妈妈老师说不用交钱欸，那我怎么现在又交钱？那时候我就已经在决定要不要让他去上补习班。那因为洪老他又跟我谈过一些他的经验，我就把洪老的经验跟我的孩子再谈一次。朱老师又跟我讲说，那我不要上了。我觉得为什么既然有学校，我还要去上补习班呢？所以那时候刚下我的孩子就毅然决然没有再去上补习班。那现在也开学了，开学已经要迈入第三周了，哎，好像迈入第四周。我发觉洪老比我经验很多，那我孩子收获也很多。虽然没上补习班，但是他一样过得很快乐。虽然他的成绩。也许不尽理想啊，但是我觉得他每天很高兴的回来就开始讨论明天要去上课。那我是觉得说在座有很多可能
也是我的先辈嘛，也是已经是当国中生的妈妈了。那有一些可能也是未来会面临这个问题。我是希望我们的孩子都能健健康健健康康、快快乐乐长大，只要他能活在他自己想过的日子。那我今年暑假最大，就教育孩子方面还有一个最大的收获，就是我看到一则文章里面的一小段，他写到说，其实在当今的社会、当今的教育，我们要给孩子的是什么？他说他活到那么老了，他一直都是第一名毕业，第一名保送，结果他当了医生，回头回来，他竟然发现医生不是他要的东西，医生只是当时他家很穷，他被保送，保送，家里觉得说我这么穷，就是要去当医生才能过好日子。那其实他说，其实你要给孩子就是，以后孩子在工作上能发挥他自己所长、他自己所要的东西，那才是他要的。后来我最后就跟我儿子讲，你继续画图吧，画到你不想画的时候再说，要不然跑不上没关系，黄主任还有海信工商的美工科，我就说只要他能找到他要的路，他快快乐乐这样就好了。这就是我黄主任的过程，谢谢。啊，我看黄主任。西子湾，高雄西子湾，中山大学正前方旗津，那个山叫旗后山，那个是高雄港的北端入口，正前方最高的楼是图书馆，图书资讯大楼。进入陆战队的哦，高雄西子湾，还有中山大学，正前方是图书馆。高雄港的北端入口，前面这个是中山大学校区。
那个海滩那边是西子湾。高雄西子湾还有中山大学，向前方西后山，刚好是高雄东的北端入口，有大城要入港，中山大学下面，向前方大楼图书馆，现在位置是校园，校园宿舍。中山大学这边，西子湾这边，中山大学向前方是高雄港入口，北端入口。那一座山是旗后山，清朝陈宝箴有设炮台，安平就是一彩金灯，旗后就是高雄港这边，还有一个东港。大船入港，要进入高雄港啊！前方就是西子湾，校区是中山大学，现在站的位置是校友会馆宿舍。正前方大楼是图书资讯大楼，正前方的山是旗后山，清代神宝真有在这里设炮台。右边那边还有中山大学校区。梁老师来看，先看报纸。陈组长，还有陈主任。博硕士论文。比如说像《中国时报》那个，我们就是买了他的资料，近六请问有没有历史的？没有，有没有历史的哈，组长？不是这论文。那、啊、历史的有在这里。外泄，因为这种哈，如果八七三七，对遗失的话哈，这个要买的话要买。就说可以再次。哦，那其实哦，是是是，哦，学校还不算什么，那是成大，成大的宿舍隔了一排，因为他这样要节省空间嘛。成大，我在念成大毕业。新的呢？新的在什么区？像这些线装书哈，后来其实常常都是因为电子化的关系，然后它原本占的那个书架占的位置很多嘛，后来我们就想说用这样的方式哈，看可不可以节省空间。哇，好棒！好聪明哦，然后聪明密集式书库啊，可以啊，线装书啊，好厉害啊！好聪明啊！好像规定这个书架跟这个书架之间大概一米左右。间隔，对，它有它那个标准的那个，就是早前在那个九二一还没有发生之前，那个书架是不全书，他都没有用那个横杆把它架起来。嗯。那现在就是为了防止让它它那个倒，对对对。后来看到很多图书馆全部都是用这样子的。哦，是本来。把它团结就是力量。手拉手，心心连心的呢。增加了，教师助理要提升，升等通过的资料，所以要放在这边公开的资料。来成功。成功。这个是可以查询的店，那这次的话就是在这边有一块专门的区域，那我们的话新进的书就会在这里陈列。新书展示，好棒！
那其实在之前的话哈，还特别有一个他展览的一个展览室，那现其实现在图书馆其实心态是很矛盾的，我们买很多电子，那方便老师学生，其实他从他的研究室就可以来唱，他不需要进到图书馆，甚至他回到他家其实都还可以走过头来。人越来越少的之后，我们又开始要想一些方法吸引他进来。所以之前其实这边有办一些画展啊，或者是老师的一些著作展。所以上一期的话，其实是到暑假的时候才结束。那用另外一种方式吸引人家在这个电脑跟外面走路都有地方。从二到十楼都是图书馆的范围，二楼就是我们上课那个楼层，它是行政区域，那其他三到十楼就是放各个不同领域的一个馆。那很大呢。这个楼层是600平，像总共这样5400平。像我们中国5400都是一层的，一层大概300多。如果说你中山跟其他大学比较起来，其实现在其实不算很大。对，比如像台大啊，什么成大那些，其实就大很多。不过我现在个人觉得说，馆藏空间大不大，那倒是其次，因为其实很多都以电子化的哈。你到底要用什么样的一个方式哈？其实还是都用实体的观察来服务，其实是有待观察啦。然后我们再往上走。好美啊！好美啊！好美啊！好棒啊！做电子化，那这一区的话就是提供给读者让他们做查询。那他们其实在自己的宿舍、实验室都有查看到。对，那这边的话，如果他们有需要，来这边查是可以的。那如果大家就是以后上课有需要的话，那需要这边查询啊，来电子或者是来电子这区实验区。那主要这边接的主要的是压缩机这些方法。这是榆树，好，然后让他就是这边吃一些蛋糕的时候，就大概。如果我帮你说，我比较当中最方便的，你在后面看电视。
好像这边是我们同事哈，他当时的书大概总共30年前弄出来的，他把一些哈过往的一些资料哈，其实放在这里，搞不好哈有一些媒体其实现在已经没有合适的机器可以放了，啊，所以他有点反正像是做一个历史的一个记录，让大家知道。现在我都不知道你是哪里找这个一两多这个比较常见的，没有历史博物馆，在电影博物馆，哦，电影博物馆。但是在图书馆里面可能已经没有合适的地方播这些东西，所以那天是谁在讲说电脑档案可能未来一定会有这样的一个问题，每个时代它可能所用的格式就会读不出来。那个到时候未来怎么样保存这些资料，其实是大的学问的。就跳播。电影博物馆你知道哈，爱河那边，哦，那边就好多。海上几块这种哦，看起来就很有历史性。嘿嘿嘿嘿。我就说那些小孩子啊，那种6、7年级的，他们搞到不知道。哎，没看过，这个东西我们是小时候来看过。对啊，大概就是。对经理，哈哈，可以了，可以了。哈哈哈哈哈。哦，我下一位之前，我想刚刚我们范在讲的几个问题，我有一些回忆，有一些疑问，就是你们的书怎么可以保存的这么好？书从头到烟的，但是书没有烟上，到底放在哪里？哈哈哈哈哈。这个是什么？那另外一个就是说，有神明保护哦。一天饭后啊，然后我们下一位同学，我看就是可能走路，接下来就是你到我，可是我接下来没有任何的干部该怎么办？你看到很多人自愿。应该大家都知道我手下结婚嘛，那当然有出去玩，不过我没有请朋友呀，因为如果暑假请婚假等于死掉，所以应该知道嘛，然后有一个聪明的方式，我在结婚前就已经研究过了，我们跟人事主任讨论了好久，我说到底应该用什么样的原因才能让婚假延后，因为人事是规定说一个月之内要请完，那我7月3号结婚，他表示8月3号之前一定要请啊，那这样子14天不就浪费了？然后听说最近有点吵，而且如有特殊原因使而得经机关首长同意，即可延后办理。然后我就想了很久，那当然一般嘛，一想就有点正当的，所以就延后到。从下礼拜一开始放，放3个礼拜，所以我的婚假是，蜜月旅行是之后才要去的。啊，那在暑假当中，我去了一趟北京，当然去看一下先生在北京工作的情况。啊，还有，因为我从小就是个北京嘛，那在归宁的隔天，我就出发到北京去了，去了1个礼拜。可是去到那里哦，你先想说应该去很多地方玩吧。可是并没有，因为发生了一件很惨的状况，我去呢就开始拉肚子。你们想到什么原因吗？因为如果有去宴客的人都知道，前一天是在星光三月宴客嘛，
可是隔天哦，因为我爸朋友太多了，他请了七十几桌，在新营地区找不到地方可以餐厅可以办啊，所以他就请那个板凳。结果后来发现，去吃的都拉肚子。然后我的状况算轻微的，我大概拉了三四天吧，所以在北京的日子都在拉肚子。好叫其他人还有更严重，叫点滴的也有。哎呦，哎呀，可怕。对，哎呀，不平安哦。有说去看没中毒啊？因为哦，你们我们去你们那个去参加喜宴的那一两天哦，刚好台风，台风水灾，风很大，雨很大，所以那个很多海鲜几乎都是没有钉的，那个线都坏掉。而且正好像我们那天反的那一天，听说那个地方停水。不是我们怀疑是水到底是从哪里有没有存在，现在想想觉得还蛮可怕的。然后对那两天台风更夸张，你就看到那个迎娶的队伍淹在那个高速公路上。不是我们家的啦，我们是准时到，但是听说有看到很多礼车就是停在那个路旁边，我一拖到车来拖吗？哎呦，那这个风大雨大，有去人就知道了。对啊，那因为我的蜜月旅行还没去嘛，而且暑假也就在学校上班，也没有什么特别的。那我后天就要做蜜月去了。不过下礼拜还是看得到我，因为我是认真的学生。真的，真的，不要相信我。那我今天还答应，那下礼拜还会出现，因为我就利用那个空档的一个礼拜去玩。那接下来的时间。想想，嗯，很负责任的，不会因为玩忘记念书的。黄馆长，那有可能的话，我们不然就是在九十五单月，因为我早换另外一个通道。那暑假期间，我除了跟香港还有什么同学到马来西亚去做这个事情，那刚好是碰到台风天，那隔天哈，大家觉得好像天气还有那个路况都不舒服，结果我们去的话，哎还不错，我们在旗山老街哈，然后走了一趟，然后也在旗山第二天行，然后就是美国的连江岭那边哈，去做一个毕业旅行。那今年哈，如果毕业旅行的话，刚刚班代跟大家在先，他是先台北，那我是先在南部。其实我觉得南部有一个地方很棒，就是上坪。上坪哈，如果做一天半的旅游，非常适合。那一天哈，就是生态非常丰富，而且有很多的野生的植物。那我上坪大概去了大概八次。那因为我今年有一个社团，在十月二十三、二十四要去上课。那因为有当地的社团的认可，所以那边有很多资源。那我们先去。那如果真的不错的话，看看我们同学是不是可以考虑去那边，真的很棒。因为我记得我有一次去上课，在晚上我们要出去走路，然后跟人群。然后我们用手电筒，然后在那个沿着路上的上面的林道，那看到那个，哎，前面很多辆出现的高速公路，赶快把手电筒一关，原来满天的星斗在你面前闪烁，萤火虫挤满了好几千只。那当时哈，我们那一群人哈，真的都是留下非常深刻的印象。那在这个暑假，除了说去美容馆之外哈，我还有一个比较特别的体验，就是在8月21到29，高雄黄金海岸那边有一个街头艺人展演。那因为我的老师，他这次有当选高雄市的就是艺术大使，街头艺人。他是做夜编，就是用树叶编一些笛子上。那我也是师承他的
一个技巧。那我本身有艺人街头艺人证照，但是我没有去参加街头艺人的艺术大学的评比，因为老师要参加，我也不敢跟他去争。那我打算明年啊去申请高雄市的艺术大学。那可能我另外找上人生的一个广告，就是说我接下来可能想去当才艺老师。那在华西爱河哈做展演的时候，哎，觉得很棒，看到形形色色的人，而且当我们在用夜间或者做气球造型哈，哎，给小朋友的时候，他们非常非常高兴。那因为我们没有定价钱，我们就找一个人打，然后什么他们哈，就是自由打赏。那结果那一天我们就跟老师这样做了一个晚上，非常打赏的将近两千块。那晚上哈就是吃宵夜的时候。好好厉害啊！比较生活比较值得哈，回忆的地方。那等一下哈，要谈谈的同时哈，我想请我们哈最年轻的学长哈来上台啊，我们最年轻的还是几位？好，谢谢。好，谢谢。因为我的年纪是最年轻，以前讲哈，我喊因为苏家良干事嘛。运动部不然比我太严重，我眼睛就眼睛。我的图书馆叫如林馆，总共有四层楼，三十年前花了3000万左右盖的。我进去以后开始整理，但是我都是我有两个办公室，我有两个分机电话，但是我经常大概二楼，所以他们找我都找不到。所以他们常常以为我没有在上班，但是我都在上面在看书，我在上面都在看我上一次送给你们那本的书法书。书法。暑假当中也可以说比我都大概在讲了，那当中我上的课了，比我平常上的课还要多五倍。哦。因为我平常。但是我暑假上了12节课，12节课是外快，那2节课也是外快。本来我已经说了，我老了，再多的钱对我来讲也没有什么意义，因为我孩子呢我已经长大了。刚才那个我们刚才讲说101啊，我两个孩子都在住在101的附近。一个是住在华师的隔壁，国务纪念馆隔壁，一个是住在那个世贸中心的后面，是正前面。所以我那天接到他，我刚好在台北，在坚持之后，我刚好在华师大楼隔壁，但是我马上就赶回来彰化，因为我家也在淹水。还好我家是那个一般的简单的那个农村型的那种传统的盖的传统的房子，我家是一楼的，庭院不大，大概庭院只有100多平而已，在我们乡下这个地方嘛，我那个地方是民国62年所过嘛，那个地方是20的郊区，那时候是田地农地，从我买的时候是买农地，然后盖小房子，我本来要盖楼房，结果因为发生土壤危机，那个我所见过的钢铁跟砖什么之类的都被那个包商包也没有倒掉，但是他就是没有办法交货，所以我只好楼瓦就变成了平瓦，但是住起来我的感觉非常好。因为我庭院里面种了好多的花木，包括樟树之类的，包括松果之类的，不太大，但是对我的家里现在只剩下我的老人。因为我的孩子我一直在高雄，我也在高雄，所以我赶回家的时候，因为也是30几年来啊，那个水最大的时候，结果那个排水板没有办法排水，大水沟没办法排水，淹过来了，
啊，我的本子不多了，大概是200多本书了，放在这些地方被扔掉了。我觉得很精彩，因为那些书都好多都是值得的，那些书，但是你没有发现。我就把他的尸体都把它保存住，哈哈哈哈哈，把它晒干，晒干就好。尸骨不全就糟糕了，没有办法找出他的尸骨。这个如果说有说气的话，学黄历的，天天都是我朋友的气，因为我都自己在找的气啊，就像我今天还是我跟。这个有幸高中的，我们两个是第四的，地位报道啊，因为有幸高中谢主任呢，他前天打电话告诉我，说他要变后进了，希望我能够帮忙一下，当然我是乐观其成，因为能够为我们的图书馆界呀培养人才。那是应该的，因为我也跟那个我们的黄馆长一样哦，在生涯规划是要做第二春，我生涯规划这个休闲，因为我过也差不多了哈、哦，你说九五，我大概也差不多了，因为我的校长跟我挺好，说我一起退了不好、当然我是很好，本来我今年就要退了，结果给你们提难，当然我看到你们。跟他们聊天，因为你一笑，我不得不笑。你酒在端哪？我想这个暑假，当然谈一谈这个精神事情了。我刚好安排两次去旅行啊，那两次都中了台风。那一次是要到立岛去。刚好碰到是7月2号，那我是进我旁边是进7月3、4号，那我从家里面再看到新闻报道是讲，就是立岛那个富冈渔港啊，风港，那我想这已经是一位男子啊，孩子渐渐长大，那好不容易哈、我们出游都是4个人啊，像我夫妻儿子啊这样，那已经安排好了。要把它取消掉，所以不管如何啊，就是先出发再讲。所以就车子一路开嘛，从大甲开到资本。到资本之后，在吃中餐的时候，一看那个讯报说富冈渔港啊，开始开船了啊，全部都放下，就完成了一个立岛之行。两立岛十分相当好。我们可以跟你那个去旅立岛。那后来八月份又安排一次到垦丁哦，这样就要收集一下，因为我们有那个流感嘛，所以就定了夏都。我们夏都一定，又是碰到台风。就不要管他，就第一次经验，第二次照样出发，还好就是空手之力好，不过在那边碰到一次雨水啊，下雨，说那是，但是旅游品质会比较好一点，因为人比较少，那个人在旅游的习惯上啊，我们不喜欢礼拜6、礼拜天。多休是出门最不喜欢，因为这样的话，你想要看，你想要这个整个的历史的话，都被人潮所淹没掉。那么这个暑假比较特别的，就是最近呢、花钱很凶啊，花100多万啊，恭喜一下我汽车。哇，太欢迎了！哇，这位有钱人呐、有钱人。那就是一个人开店啊，所以就人家做这个打算。我看了一下，我今天才刚好带了两位朋友来了，就是林一龙跟两位化妆的啊，
分都是可以做举办的嘛，都是这样。我非常高兴啊，能够有你平常同学来相聚啊，那台湾拢困袂去哦。哈哈，有欢迎。今天要来上学。要上学，睡不着。哈哈。不晓得有没有同学。好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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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啊，迟到了哈！哈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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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哈你说你不要聊天啊，很高兴又见面了。暑假，你也不叫家庭通通泡汤了。嗯。因为往年我先生的假期，今天退休以后刚好在补习班服务，那我今天暑假刚好都可以陪我们出去，那今天比较没有说，哎，迟到哎。哈哈哈哈哈哈。因为今年暑假是因为我大儿子生小一，所以都没有暑假可言。那刚刚跟我们洪导分享一下，因为上学期结束以后，我们去聚餐，我刚好跟洪导提到我儿子要升国一，那他就跟我讲说，国一的孩子其实现在还是很可怜，最好不要让他补习。所以我暑假这个整个暑假就在都在跟我儿子沟通，上了国一怎么办？我都跟我儿子讲，妈妈没有当过国一新生的妈妈，所以我很紧张，你紧张我也紧张。就他上了国一，他自己也很紧张，所以他暑假他有跟我要求说，我看吼我的数学这么烂，我先去上个补习班好了。他也刚好是补习班一直打电话来，那因为他国小还不错，还拿了第三名毕业，那补习班说前五名不用钱，他妈妈讲说啊不用钱，那太好了，就让去上。那这是我觉得我不是恶意。去宣传补习班的话，这是一个妈妈的心声，跟你们做一下交流。我觉得今年暑假让我最大的收获就是，儿子去上了补习班，第一天回来跟我说：“妈妈，我去上补习班好可怜哦。”我问他为什么，我以为他感冒了。我说：“可能是因为感冒。”他说：“不是，我老是会打人嘞，这么大的棍子，这么粗的棍子。”我说：“啊，真的吗？”他说：“对，我们好几个都被打了。”然后因为我儿子虽然是国一，可是他身高只有小学四年级，他看到任何人他都叫哥哥。他就说，我隔壁那个哥哥很好心，他一直在教我数学，说我今天没被打。不过我想我下一次可能就会被打。那我说他，那你要不要去上？他说还是要啊。隔天去上了第二次，第二次回来他就跟我说，完了完了完了，我今天不上了。说那天老师打了几个，今天打了多一倍，只有三个没被打。我后来我已经傻眼了，因为这跟我的教育有点违背啊。我给孩子的教育说，你要被打就是你是动物才要被打，那都是你要读，那是你带着走的能力，我不大愿意这样教育。后来那天他回来以后，又拿了一个收费袋给我，他跟我说，妈妈老师说不用交钱欸，那为什么现在又交钱？那那时候我就应该决定要不要让他继续去上补习班。那因为洪老他又跟我谈过一些他的经验，我就把洪老的经验跟我的孩子再谈一次。洪老师又跟我讲说，那我不要上了，我觉得为什么既然有学校，我还要去上补习班呢？所以那时候刚叫我的孩子就毅然决然没有再去上补习班。那现在也开学了。开学已经要迈入第三周了，哎，好像迈入第四周。我发觉洪老比我经验很多，那我孩子收获也很多。虽然没上补习班，但是他一样过得很快乐。虽然他的成绩也许不尽理想，但是我觉得他每天很高兴的回来就开始讨论明天要去上课。那我就觉得说在座有很多可能也是我的先进啦，也是已经是当国中生的妈妈了。那有一些可能也是未来会面临这个问题。
我是希望我们的孩子都能健健康健健康康快快乐乐长大，只要他能活在他自己想过的日子。那我今年暑假最大就教育孩子方面还有一个最大的收获，就是我看到一则文章里面的一小段，他写到说其实在当今的社会当今的教育，我们要给孩子是什么。他说他活到那么老了，他一直都是第一名毕业，第一名保送，结果他当了医生，回头回来他竟然发现医生不是他要的东西，医生只是当时他家很穷，他被保送教育局的说我们这么穷就是要去当医生才能过好日子。那其实他说其实你要给孩子就是以后孩子在工作上能发挥他自己所长，他自己所要的东西，那才能他要的。后来我最后就跟我儿子讲，你继续画图吧，画到你不想画的时候再说，要不然跑不上没关系，黄主任还有海信工商的美工科，我觉得说只要他能找到他要的路，他快快乐乐这样就好了。这是黄主任的，谢谢。啊，我看黄主任。西子湾，高雄西子湾，中山大学正前方旗津，那个山叫旗后山，那个是高雄港的北端入口，正前方最高的楼是图书馆，图书资讯大楼。进入陆战队的哦，高雄西子湾，还有中山大学，正前方是图书馆。高雄港的北端入口，前面这个是中山大学校区，那海滩那边是西子湾，
西子湾，还有中山大学，向前方七号山，刚好是高雄港的北端入口，有大船要入港，中山大学下面，向前方大楼图书馆，现在位置是校园，校园宿舍。中山大学这边，西子湾这边，中山大学向前方是高雄港入口，北端入口，那一座山是七号山，清朝沈葆桢有设炮台，安平就是一彩金山，其后就是高雄港这边，还有一个东港。大船入港，要进入高雄港啊！前方就是西子湾，校区是中山大学，现在站的位置是校友会馆宿舍，正前方大楼是图书资讯大楼，正前方的山是七号山，清代沈葆桢有在这里设炮台。右边那边还有中山大学校区。梁老师来这边看报纸。陈组长，陈主任。博硕士论文。请问有没有历史的？没有，有没有历史的哈，组长？啊，历史的有在这里。外界，因为这种哈，如果八七三十，对遗失的话哈，那个要买的话要买。就是说可以在这。哦，那其实哦，是是是，哦，学校还不算什么，那个成大，成大了很多，宿舍隔了一排，因为他这样要节省空间嘛。成大，我在念成大毕业。新馆。成大新馆是不是改变？哦，新的呢？新的在什么区？线装书哈，后来其实常常都是因为电子化的关系，然后它原本占的那个书架占的位置很多嘛，后来我们就想说用这样的方式哈，看可不可以节省空间。哇，好棒，好聪明哦！然后聪明密集是书库啊，可以啊，线装书啊，好厉害啊，好聪明啊！好像规定这个书架跟这个书架之间大概一米左右。间隔，对，它有它那个标准的那个。照片在那个九二一还没有发生之前，那个书架是库全书，都没有用那个横杆把它架起来。嗯，那现在就是为了防止，就是怕它那个倒。对对对。后来看到很多图书馆全部都是用这样子的。哦，是本来。团结就是力量。对。手拉手，心心连心的呢。然后增加了。增加了。教师助理。本身能通过的资料，是要放在这边公开的。好好好。嗯，来请看看。成功。这个会员可以查询的店，那这次的话就是在这边有一块专门的区域。那我们的话，新进的书就会在这里陈列。啊，新书展示。好棒。那其实，在之前的话，哈，还特别有一个哈展览的一个展览室。那现，您对现在图书馆其实心态是很矛盾的。我们买很多电子，一方面
方便老师学生，其实他从他的研究室就可以来唱，他不需要进到图书馆，甚至他回到他家庭都还可以回过头来唱。可是人越来越少的之后，我们又开始要想一些方法吸引他进来。所以之前其实这边有办一些画展或者是老师的一些著作展。所以上一期的话其实是到暑假的时候才结束。用另外一种方式吸引人家在这个电脑跟外面走路都有地方。从二到十楼都是图书馆的范围，二楼就是我们上课上课那个楼层，它是行政区域，那其他三到十楼就是放各个不同领域的一个馆。那很大呢。这楼层是600平，像总共加5400平。像我们中国图书馆都是一层而已，一层大概300多。如果说你中山跟其他大学比较起来，其实现在其实不算很大。对，就像台大啊，什么成大那些，其实就大很多。不过我现在个人觉得说，馆藏空间大不大，那倒是其次，因为其实很多都是电子化的哈。你到底要用什么样的一个方式哈？就是还是都用实体的观察来服务，其实是有待观察啦。然后我们再往上走。哟，好美啊，好美啊，好美啊！好棒啊！做电子化，那这一区的话就是提供给读者让他们做查询。那他们其实在自己的宿舍、实验室都也看不到。对，那这边的话，如果他们有需要，来这边查是可以的。那如果大家就是以后上课有需要的话，那需要这边查询啊，来电子或者是来这边实验区。那主要这边接收资料的是压缩机这些方法。这是一束，好，然后让他就是这边是一些单向的，我就大概。如果我发现生活比较当中最方便的，就还是先看电视。